世上的人，照相千差万别，这是为什么？人的相貌是这个人善用城府的综合表现。01，某人经常爱贪小便宜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收缩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小气象。某人经常爱小男小摸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贼母熟脸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鬼祟象。某人经常爱贪大便宜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心黑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黑大亨恶相。某人经常爱铺张浪费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松懈裂歪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歪相。某人经常爱骗人钱财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薄一次，长此以往的就出薄皮相。02，某人经常爱赌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失理智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意志薄弱相。某人经常小气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紧巴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吝啬相。某人经常爱混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松懈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懈怠相。某人经常爱玩乐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漂浮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漂浮相。某人经常爱贪吃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嘴大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大嘴相。03，某人经常爱贪酒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产生酒瘾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酒鬼相。某人经常爱发脾气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立眉瞪眼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丑陋相。某人经常爱说歪理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就歪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歪嘴相。某人经常爱说是非话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舌就爱烂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烂舌相。某人经常爱说脏话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就爱喷唾液，嘴唇丑陋一次，长此以往的就出丑唇相。04，某人经常爱生气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就向前撅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撅嘴相。某人经常爱发狠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唇就向上包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地包天唇相。某人经常爱笑话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唇就向外翻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翻唇相。某人经常爱骂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嘴角就爱坏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嘴角生疮相。某人经常爱邪淫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肾与膀胱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肾念灰相。05，某人经常爱吓唬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胆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胆念贺相。某人经常爱算计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肝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肝面黄相。某人经常爱坏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心与小肠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心面黑子，面堂发暗相。某人经常爱取人不义财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肺与大肠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肺面盛世鼻漏相。某人经常爱恶语伤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脾与胃就受损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裂脾面苍白口丑相。06，某人经常爱尊重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庄严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天尊相。某人经常爱精进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向上一次，长此以往的就出端庄相。某人经常爱节俭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谨慎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朴素相。某人经常爱布施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宽厚大方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宽厚相。某人经常爱以慈悲心助人，每动一次此念，就积善一次，长此以往，就出慈悲善良相。常常保持乐观心情，行善爱笑，眉眼就会慢慢舒展，自然就看起来顺眼面善。若是常常愁眉苦脸，凶神恶煞，眉眼都扭曲变形，时间久了，自然看起来就不那么好看了。人说招财相富贵相，这东西其实是自己修来的，你的所作所为影响你的气质，从而改变你的容貌。所以要修庄严菩萨相，首先要发菩萨心，做菩萨事，因果不虚，
种善因，种的善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